这才是华为发布会最后大招。这就是鸿蒙原生应用全面启动，这将是移动应用生态的历史性跨越。当我们的应用走向鸿蒙原生应用，它的体验将会上一个巨大的台阶。华为发布会引140多家媒体同时直播，远在大洋彼岸，马斯克、库克熬夜看发布会，结果一上来就是我的梦。气得俩老头直骂街，这是发布会吗？明明是演唱会。幸亏大嘴出得快，要不然准给直播间刷个差评。这不，对方一上场直接表示先锋计划手机就不提了，毕竟谁不知道雷蒙多专门访华，白宫严选遥遥领先。随即整个全球最轻薄无边大平板，库克本想点评几句，结果看到人家搭载星闪技术，低延时低功耗，覆盖还广，这不比蓝牙还要好。我华为发布会上的那个手写笔啊，作为那个 Link 的新闪属性啊，它直接给出了0毫秒延迟，这种数据啊，无线设备啊，大哥，这个是一个什么怪物啊？我来给个参考啊，平板的话，你像之前那个 iPad 用的那个二代苹果笔，它那个9毫秒的延迟已经让我把下巴都给惊掉了。库克心想，我不就是搞了自然之母吗？你咋就让外星人给技术了？就是不知道蓝牙知道自己被偷家了吗？马斯克看得正入迷，天王刘德华上场玩绕口令，为啥自己不演反派，只演刘德华为华为代言？马斯克想着发布会变脱口秀简直是浪费时间，准备关机睡觉，结果华仔拿出一块非凡大师 18K 智能腕表，还支持双向北斗卫星消息。这款产品是我们10年磨砺传奇之作，这就是华为 Watch Ultimate Design， 我们华为首款黄金智能腕表，将科技智慧与工匠精神的完美结合，致敬每一位非凡大师。What? Holy smokes, man! 随着刘德华1、2、3上链接，马斯克赶紧给自己抢一台，心想这下总该谈谈手机和芯片供应商。但是98寸巨幕手机虽好，却带不上电梯，确实有点不方便。好在能斗地主，能电视上网，唯一有点便是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找不到遥控器。不过还是抢一单吧，巨幕手机有了，也得来个 Mate 60 Pro 吧。着实有点好奇，芯片是怎么来的？结果大嘴直接放话，问界 M9 是1000W 以内最好的 SUV。艾特问界 M9 啊，绝对是啊，它不仅仅是1000万以内最好的 SUV， 是整个马路上能看得到的最强大的 SUV。无论是平台的先进性，还是产品的智能化的这种能力，还是科技的新的技术的含量啊，绝对是啊，是在这个行业能做到了，大家说的遥遥领先。库克心想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大嘴绝对是在说大话，连忙拿起手机下单，我倒要看看问界 M9 有多牛。临了临了，大嘴还搞了个鸿蒙原生应用全面启动，直接获全场欢呼。遥遥领先，简直比蜂窝芯片更炸裂，四大新品遥遥领先，引不少人之言。原来 Mate 60 Pro 只是开胃菜，这哪是发布会呀、啊？明明就是一封战书，一封与对方实力硬碰硬的战书。虽然华为什么也没说，但光辉岁月一出，大家就懂了。山河同心，聚力重生，大家对此还有啥想说的，欢迎留言评论。这难道就是头顶一块布，全球我最富、哦、卡塔尔又带着钱包来给杭州一点震撼。当卡塔尔运动员包机来到杭州，十几辆奔驰车负责接送。要知道连泰国小公主来亚运会都只是坐亚运大巴，而沙特落地就给主教买了一辆大 G， 随后包下附近酒店3层，并顺口问了一句，哦，我的朋友，你的酒店卖不卖？更豪气的是有人在电梯里按开门键，等来一个头顶一块布的，随手给网友一打说他爱杭州，还有人摇下车窗冲他们笑了一下，结果得到100美金，谁懂啊？杭州现在空气中充满了中东金钱味，而卡塔尔皇室居住的酒店，一位会阿拉伯语的工作人员被安排当导游，一天下来直接给了6万块小费。当其他运动员去四季青钱江上城扫货，还不忘砍价争取100块拿下2条运动裤。How much you charge for this two? 120.
留个头顶混沌皮的康塔尔运动员，直奔万象城，大包小包没少拎，硬生生把奢侈点逛出批发市场的架势。甚至还有人表示，康塔尔不会是想买大厦吧？出门吃点烧烤，老板送他们一盘花生米，对方临走给他一沓小费，没看错，是一沓，并夸赞道：“中国 BBQ 很美味。”还有人在湖边摆摊卖手工艺品，几个头顶一块布的人看了几眼，当即表示全给我打包。网友当场愣了一分钟，不懂就问：“杭州是在搞什么 ？ATM 随即掉落钞票现实小游戏吗？”咱就是说，卡塔尔能不能搞个全国巡演啊？甚至还有网友现身说法，在亚运会后勤工作，给头顶一块布的递了一瓶水，结果对方反手给他$50小费，就离谱中又带着些许合理。这下总算懂了，为啥帮人实现愿望的灯神头顶一块布，上班暂停到杭州一趟，也不是想摆摊要小费，就是想看看亚运会当当志愿者。什么样的运动员才能被誉为体操界活化石，让五个体操动作以他的名字而命名？меня не уходила эта мысль, что я еще могу, поэтому я решила, что надо готовиться к азиатским играм, постараться завоевать медаль.и на красивой ноте уже закончить. 他叫丘索维金娜，48岁再战亚运会以资格赛第五晋级跳马单项决赛，而当天与他同场晋级的选手几乎都是00后。可当丘索维金娜从跳马上稳稳落地的那一刻，掌声和欢呼声在场馆内久久回荡。什么觉得她是一个女性的楷模，伟大的妈妈，伟大的运动员，她今天能够来到这里就已经是非常伟大的一件事情了。加油，你是我心中的冠军。只因他是唯一一位国人想让他夺冠的外国人。27岁那年，丘索维金娜的孩子被诊断出白血病，他卖车卖房为孩子治病选择付出。身为母亲，丘索维金娜告诉自己别想那么多，项目则是参加越多越好，因为一块奖牌能换3000欧元。2002年釜山亚运会，丘索维金娜一举夺得跳马和自由体操金牌，世界第一次看到这位妈妈为了孩子能创造多大的奇迹。大放光彩的丘索维金娜被德国队看中，对方承诺只要你加入德国队为我们而战，我为你孩子治病。丘索维金娜答应了，从此背上卖国贼拜金的标签。2008年，她站上北京奥运会舞台，拿到了德国队体操上最好的成绩。可几个月后，丘索维金娜在某次比赛上受伤，跟腱断裂，只能暂停事业动手术。有记者问他是时候退役了吧，丘索维金娜却称没到时候，只因你未治愈，我未敢老去，这是他对儿子的诺言。3年后，36岁的丘索维金娜再次出现在日本世锦赛现场，拿到跳马银牌，上天眷顾了他和孩子，癌细胞消失不见，癌症痊愈，众人心想丘索维金娜是时候退役了吧。可在2016年，丘索维金娜现身里约奥运会赛场，身穿印有乌兹别克斯坦的国旗的衣服，告诉大家这次要为国而战。и выросла в этой стране, я ее очень люблю и хочу закончить свою карьеру там, где я родилась.据统计，体操界活化石丘索维金娜33年体操生涯中，参加8次奥运会，10次世锦赛，有5个体操动作以她的名字而命名。如今再站到杭州亚运会跳马赛程，就已经是对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最好的诠释。大家对此还有啥想说的？欢迎留言评论。